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学习佛陀和他的大弟子们第12讲，卢觉佛和他们的法界第七讲第34位卢觉佛他的故事。阿拉达维里尤巴拉玛塔巴蒂亚达里纳吉多阿古斯达乌迪当拉尼嘎摩卡玛巴鲁巴玛诺，提古扎里康嘎维萨那嘎波，为得胜利而勇猛精进，心不沉滞，行不惰怠，坚持不懈，具足强力。他应当独自游行，像犀牛角一样。这是第34位独觉佛他所觉悟的内容。那么他的故事是怎样呢？据说有一个地方的小国家，虽然这个国家是很小，但是呢统治这个国王的智慧却很大。有一天他自己这样想，我的国家是一个小国，但是我的智慧却非常出众，甚至我可以占领整个的占卜州，即使整个的印度。在没有在召集了他的大臣之后呢，他让他的大臣呢给其他的邻国国家国王呢带去消息。他派出使者说，在这七天之中，你要不就把你的国家给我，或者呢与我作战。他把这个消息呢发送给他的邻国。实际上他自己的国家很小，但是他却非常的勇敢，因此呢他把消息像这样送给邻国更大的国家。在这之后，他召集他所有的大臣还有军队的领袖，在一个会议堂之中，他这样说道：我在未通知你们的情况之下呢，已经向邻国派遣了使者，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他像这样问他的大臣们。很多的大臣还有顾问呢，回答说：大王，你可以召回你的使者吗？或者制止你的这样的讯息传播吗？不可以。他回答说不可以，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信息已经到达了其他国家的国王那里，很多的大臣呢因此感觉到害怕。如果是这样，我们可能会受很多的苦，我们可能会失去生命，因为他们的武器，当他们和我们作战的时候。现在呢，让我们死去吧，我们现在相互残杀，让我们自相残杀，这样的话呢，我们不需要作战，因为我们作战呢，
可能也是会失去生命。于是他们各自赞叹死亡，想要自残、自杀、上吊或服毒。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而说，他们不愿意和其他的国家作战。为什么？因为邻国比他们的国家更大，比他们更有力量，所以他们不敢和对方作战。很多人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但是国王却很有智慧，而且他也很勇敢。他说，这些人有什么用呢？他们甚至不敢去打仗。他也宣称，有我的国家之内有其他的勇士吗？英雄吗？有这些勇士站出来说，大王，我是你的战士，我是你的勇士。有1000位勇士站在了国王身边，尽管这些顾问呢、大臣呢，他们害怕，但是却有着1000位的勇士。国王也想要检查他这1000位的勇士是否具足勇气，所以他准备了一堆很大的火葬的柴堆，然后说，勇士们，现在我已经把消息送到了邻国发动战争，大臣们彼此来指责我，但是呢，我不能够停下，我将投入这火堆之中，有谁愿意和我一起走进这燃烧的火焰之中？有谁愿意和我一同捐献自己的生命呢？有500位的战士站出来说，大王，我和您一起复活。另外的500位则说，大王，这并非是男人的行为，是妇人的行为。你是一个男人，为什么需要自杀呢？我们应当与敌国打仗。那500位的国王呢？鼓励500位的战士呢？鼓励国王去作战，而并非是自杀。在那时，国王说，那我们就与敌国作战吧。国王于是呢，召集了这1000位的战士去作战。他说，如果那些害怕的人可以留下，愿意出征的人呢，带上武器跟他一起去作战。当敌方的国王听过了事情的经过，是非常的生气，说道，他们是很小的国家，但是却想要攻打我。我们绝不会把我们的国家交给他。于是呢，就带上全部的军队前去迎战。而那位国王呢，带着1000位的战士到达了国界旁边。国王说，我们军队很小，他们的军队很庞大，我们应当直接的冲向他们的国王，这样可以将他们的军队分为两边，找出豁口，直取他们的国王。根据国王的指示，军队呢便活捉了他们的国王。在那之后，他们的国王呢被抓住了。当他们能够活捉对方的国王呢，剩下的军队就放下了他们的武器。于是呢，这个小国的国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敌王说，请不要杀我，我把我的国家
交给你。像这样呢，他占领了一个国家，加上他的原本的小国，他的国家变得更大了。那他也送出消息给其他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大。那于是呢，到后来，当他发出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呢，其他的国家就自动的选择不作战，而把国家交给他。那甚至呢，以这样的方式，他擒拿了所有的国王，并且呢，活捉了巴拉纳西的国王，从一个最小的国家，最后呢，他统治了整个的占卜州，他成为了整个占卜州的王，有这样的100个的国家被他统治。当他像这样成为这些国家的国王呢，在那之后，当他统治一段时间以后，他便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曾经是一个很小国家的王，但是因为我的智慧，现在我成为了整个占卜州的王。我的智慧非常的广博，因为我的智慧，我统治了这些国家，但是这些智慧只是世间的智慧，并非出世间智慧，这只能够带来世间的利益。我的智慧呢，只与世间的经济力相应。如果我将此智慧去寻求出世间法，将是更好的。在那之后，他将他的王位交给了巴拉纳西的国王，并且把他的妻子、子女们送回了原本的国家。那最终呢，他出家修行，修习观智，成为了觉者，证得了辟支佛的菩提。当他证得了辟支佛的觉悟之后，他就送出了这一篇的偈颂。Arada Vari Yobaramata Badiya Alina Jido Agusita Udi Dala Nika Motama Baluban Mbamano Ego Jari Kanga Visana Gabo。 为了获得那最上的利益，即是涅槃，让心远离于种种的贪着，也不要住于尘滞，变得坚定，具足身体和身体的力量，像犀牛角一样独自游荡。即使任何一个人他想要达成目标，应当具备精进，不应当懒惰。他们的精进力需要很强，而且呢很坚固，这样他们的智慧将会非常的锐利。如果他们想要获得某些，他们就可以达成，可以获得成功。对于出世间的利益呢，更加困难获得，所以必须要付出极大的精进力。那最终让他们证得辟支佛的菩提之时，他们就可以获得出世间法的利益。辟支佛菩萨
他曾经是一个小国的国王，但是因为他的巨大的努力和智慧，他统治了整个巴拉那西。但是最终他醒悟，这并非是出世间的利益，这只是世间法的利益。所以他想用他的智慧和精进获得出世间法，因此他舍弃了他所有的国家和王位，然后出家修行观禅，最终呢，成为了独觉佛。这是这位独觉佛他的故事。接下来第35位独觉佛的故事。巴蒂萨拉南扎南阿仁扎玛诺达美苏尼扎阿努达玛扎瑞。阿迪那王萨玛塞达巴维苏埃嘎扎瑞刚刚维萨那嘎布。如处，并且呢，不离于他的禅那，不断的练习观智，关照那五蕴，并且醒察有的祸患。一个人应当像犀牛角那样独自游荡。在这篇故事的译注之中，提到了前面的故事，没有特殊的故事。一个来自巴拉那西的国家，他获得了禅那以国王的身份，为了保持他的禅那，保护他的禅那不被打扰、不消失，他决定出家，舍离了他的王位，然后去修习观智，最终他成为了独觉佛。当他成为了独觉佛，他诵出了这一篇偈颂，开心的诵出，寄予未来的后代。巴蒂萨拉那扎南扎南阿瑞扎玛诺，他独处宴坐，不离于禅那。当你有很多的同伴、伴侣、妻子、子女，他非常困难保持他的禅那。如果想要守护好他的禅那，他应当更多时间独处。达梅苏尼章阿努达玛扎瑞，他应当与五蕴而不断的发展观禅，醒察他们是无常苦我。接着关照诸有的祸患。像这样呢，最终他可以获得证悟。那独觉佛像这样给予了他所证悟的法。这是第35位独觉佛的故事。第36位独觉佛：Tanha kayam patayam abhamado anila mugo sudavasadima。Sangkada dhammo niyando padanawa ego jari kanga visana gabo。为了获得涅槃而清除所有的尘垢，保有专注，不愚蠢，具有广博的智慧以及保有正念，他拥有深邃的智慧，而且呢，最终获得了证悟，保有他的精进。一个人应当像犀牛角一样独自游荡。这是第36位独觉佛的故事。这位独觉佛的故事是怎样呢？在古代的一位巴拉那西的国王，巴拉那西往往是占卜州最大的国家，往往呢，他们统治着占卜州
最美好的、最大的国家。这位国王也非常的英俊，他拥有着身体的光辉。当他行走的时候，人们呢，如果走在前面呢，就想要回头仰视国王；走在后面呢，走在两边呢，都是像这样。他们不会感觉到厌倦去看他们的国王，因为他们的国王非常的英俊，所以很多人都想要总是看到他。于是当他巡视他的王城的时候，一位非常美丽的女性从楼上的天窗站在那里俯视他。他是一位地主的妻子。国王在见到他以后呢，他的心也被牵绊住了。当他一看到那位女性呢，他内心当中的贪爱就升起了。当他返回到那，于是呢，立即命他的大臣去检查这个女性是结婚了还是没结婚呢？有丈夫没有丈夫呢？他的仆从检查之后报告说他已经结婚了，他是一位财主的妻子。那国王接收到这样的消息之后，他想这是一个已婚的女性。你知道有很多的女性在皇宫之中，她们都是我的妻子，有20000位的妃子如同天女一般取悦我。一个人，只是一个国王，却有着20000位的妃子在皇宫之中，他们只取悦我一个人。即便我在皇宫之中有这么多的妃子，我却依然对别人的妻子产生贪爱。如果我感到不满意，仍然贪求别的女性，我的内心的可爱将会越来越炽盛，这样的贪爱将会将我带到恶趣。在看到升起的烦恼之时，我应当努力的修习观智，尝试抑制它。于是呢，他舍弃了王位，出家修行，借由培育观智，他最终证得了独觉佛的觉悟。当他成为了独觉佛，他就送出了这一篇的戒颂：安哈卡央巴塔央阿巴马都。为了寻求可爱的灭尽，也就是涅槃，阿爸玛都，他应当不放逸。阿内拉姆沟苏达瓦萨蒂玛，不愚蠢，有智慧。然后呢，要多闻具念，应当是有智慧的，不愚笨的，不随顺于内心的可爱。不放逸的禅修，不懒惰，不愚蠢，最终呢可以获得觉悟。这位独觉佛在醒察了他的内心之中的法之后，他出家修行，最终成为独觉佛。第37个独觉佛的故事。随后瓦萨德苏阿三大三都瓦都瓦扎兰提阿萨扎玛诺巴杜玛瓦都耶那阿里巴玛诺雷古扎里康嘎维萨那嘎波。如同狮子不会因为声响而害怕，
如同清风不会被罗网所束缚，如同莲花不会迟滞于水中，它应当像犀牛角一样独自游荡。这是第37位杜鹃佛的法性观，他的故事是什么呢？据说在过去的某位巴拉纳西的国王，他有着一处园林，他早上早早的起来之后，就去到他的皇家园林，在前往园林的路上，和他的仆从们一起，在路上他看到了一处森林。下车以后，在中途他来到水边准备洗脸，但那时国王的仆从看到了一个母狮的幼崽。就在这处地方呢，母狮留下了他的幼崽之后，就去巡视领地了。当仆臣们通知了国王之后，国王想，据说狮子什么也不怕，所以他想检测一下，所以呢，他就命人用力的击鼓来去查看，因为国王的命令，仆从们于是呢就努力的击鼓，但是狮仔小狮子依然在那里躺着。国王于是让人声音更大的擂了三次鼓，那小狮子呢仍然躺在那里。在越来越响的擂鼓之后，小狮子只是抬头看了一下人们，依旧躺在那里。国王理解说，趁他的妈妈没回来之前，我们赶快离开。那国王呢？走的时候呢，内心就这样想：这个小狮仔今天刚出生，今天我们哪怕用力的击鼓，他也不会感觉到惊恐害怕，他不会被外在的一切声音所动摇。如果我也能够斩断我的贪爱以及邪见，而没有恐惧，没有惊怖，就像这个小狮子一样，该有多好啊！因为有贪爱与邪见，人们呢会产生害怕，在遇到可怕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想要逃跑。但是如果心中没有恐惧，没有邪见，没有贪爱，不管发生了什么，他们都不会害怕。接着国王继续走向他的宫殿，在路上呢，他们又看到了一群渔夫在捕鱼，他们用渔网铺开来去捕鱼。当他们撒网去捕鱼的时候，渔网可以轻易地铺展开来，而清风，风却能够没有任何障碍地穿过这渔网。在那时，国王内心之中这样想：即便这个网很大，也能够抓住物品，但是呢，清风却能够顺利地穿过它们，而不会被这网所捕捉到。
如果我也能够不受到愚痴和邪见贪爱之网所束缚，没有羁绊，该多好啊！我们将能够没有羁绊的前往任何地方，是他的法界。最终呢，他来到了他的皇家园林，时也有一个美丽的湖莲花池。在那时呢，莲花池之中有着莲花。当有风吹过的时候呢，风吹弯了莲花，弯着的莲花呢触碰到了水。当风停下以后呢，这个莲花又回到了原处，不住于水。莲花上呢也不会留下任何的水的痕迹。当看到这些之后呢，他想，即便莲花生于水中，长于水中，但是它们却对于水没有任何的眷恋。那同样的，即便我们在这世间，人们总是产生各种的贪着，如果就像莲花一样，不染着于这世间的一切，该有多好呢？它产生了这样的三个想法，在产生了这样的三个观点之后呢，他决定，就如同小狮子一样，没有任何的进步恐惧。我应当像穿过渔网的清风一样，没有任何的羁绊。我应当像莲花一样。即便长于莲花池中，它也不会住于任何的染着任何的水。于是呢，他舍弃了王位，出家修行，最终呢，证得了独觉佛。在那时呢，他诵出了这篇偈颂。他不想要像小狮子一样有任何的害怕，也不愿意被渔网所束缚，如同清风一般，他也想要像莲花一般，不染着于一切的与贪相应的，如同贪一般的水，应当努力的独处修习观智，最终他证得了独觉佛果。这是第37位独觉佛的故事，第38位独觉佛的故事。Sihoyata tata bali pasangha raja mikanang abipu yajari svita pandani sena sanani ego jari kanga visana gabo。如同狮子的牙齿有力量，百兽之王，它能够获得胜利，能够征服而行。远离并独处，一个人应当像犀牛角一样独自游荡。这是第38位独觉佛的故事。相类似的，有一次巴拉纳西的国王，他的国家的边境地方发生了叛乱，发生了动乱。在那时，他进入了派军队，率领军队进入了一处森林之中，看到了一个狮子正躺在那里享受着初升的太阳，在一处山路之中。当国王看到了这个狮子，同样的，他也想。听说狮子不会害怕于任何的声响，于是他就命人用鼓、锣或钵等等发出声响，看狮子是否会受到惊吓。
狮子呢依旧躺着。之前是一个小狮子，这是一个成年的狮子。狮子依旧躺在那里，不在乎声响。第二次，狮子依旧躺着。第三次的时候呢，狮子想，可能他们是我的敌人。于是呢，他站立起来，稳稳地站立之后呢，他做狮子吼 ，Si ha na da。那时呢，那些森林之中的动物们四散逃窜，甚至呢，骑在象上的人呢，也从大象上摔下，跌入草丛之中。成群的大象还有马匹到处四散奔逃，因为狮子的吼叫。国王的大象呢，也带着国王跑到了密林之中，国王没有办法制止他的坐骑。那于是呢，他被挂到了树枝上，然后摔到了地上。他沿着一条小路而走，最终呢，来到了毗湿佛们的住处。在那里呢，他问独觉佛们说道，尊者们，你们刚刚听到声音了吗？是的，大王。什么样的声响呢？最开始是鼓声、锣声，后来是狮子的吼叫。你们不感觉到害怕吗？大王，我们不畏惧任何的声响。那么尊者们，我也可以做到吗？可以的，大王，只要你出家。于是呢，国王说道，尊者们，我想要出家。就这样，杜鹃佛们便剃度他出家了。按照之前的方式呢，他们先让他学习正行，比如说如何穿衣，如何脱钵。那独觉佛呢，也能够帮助别人出家，但是呢，他们却不能够教导他们禅修，只是让他自己禅修。尽管如此呢，他最终呢，也证得了独觉佛果。当他成为独觉佛以后，他开心地送出这边戒颂。最后亚他达他巴黎巴萨哈，就像狮子拥有着强而有力的牙齿，在征服了所有的野兽之后，他独自漫游，他待在较远的地方独自安立而住。实际上狮子呢，雄狮呢，往往都是独处，所以他们不会害怕其他的任何野兽。那禅修者应当独自的禅修，最终证得涅槃，就像这位独觉佛一样。第39位独觉佛的故事。每当乌北康嘎鲁南为目的，阿斯瓦玛努目的等者咖喱，萨贝纳鲁吉纳阿维如扎玛努一个扎里康嘎维萨纳嘎布。适时的习练慈心、悲心、随喜还有忠舍，而不对立于整个的世间，他应当像这样生活，像犀牛角一样独自游荡。这是第39位独觉佛的法界。据说有一位的国王，他证得了慈心禅那，慈悲喜舍的禅那，慈悲喜到第三禅，舍呢到第四禅。他以国王的身份证得了这些禅那。他想，如果我继续保持王位，在王宫之中有众多的娱乐会障碍我的禅那，为了守护他的禅那呢，他舍弃了他的王位，出家成为了修行者。最终呢，他证得了辟支佛菩提。当他成为了辟支佛以后，
他送出了这边界颂。这是他的法性观。那应当练习慈悲喜舍而获得解脱，不被一切的世间法所障碍、所妨碍。如果他的内心有慈悲喜舍，尤其是达到禅那的程度，那么你将不会与别人斗争、争斗。他们为什么会相互争斗呢？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没有慈悲喜舍。这是这位杜觉佛基于他的慈悲喜舍的禅那，最终他成为了杜觉佛，获得了杜觉佛菩提。第四十位杜觉佛的杜觉佛的故事。若根扎都三扎巴哈央某行三大拉伊德瓦那三摩三优扎那尼阿三达三智维达三卡扬皮一个扎里坎嘎维萨那卡波舍弃了贪嗔痴，摆脱了劫缚，不害怕畏惧于生命的终结，他应当像犀牛角一样独自游荡。据说有这样的一位多觉佛，实际上呢，他是最后一位多觉佛，名叫做马登哥摩登切的多觉佛，在两个佛陀之间，即是迦舍佛和我们的乔达摩佛陀之间，没有其他任何的正自觉佛陀出现，但是呢，会有多觉佛出现。那在我们的正自觉佛陀出现之前，他是最后一位独觉佛，他住在王舍城。在那时，我们的菩萨悉达多太子将要投生为人，投生到释迦族的时候，很多的天人和天女都前往供养菩萨。在那时，他们便宣称佛陀将要出现在世间了，菩萨将要诞生了。他们像这样到处宣称，这样的消息传遍了世间。马登嘎毗支佛刚从灭尽定之中出来，在七天以后，他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他听到菩萨将会降诞，他将会成为正自觉佛陀。当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他就观察自己的生命，他看到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将会进入到般涅槃。于是呢，他就飞到了喜马拉雅山脉，在喜马拉雅山，一切杜觉佛所进入般涅槃的地方，像喜乐园、喜乐根源的洞窟，那一切杜觉佛的留下的舍利呢，也会在那里。他来到了那处的洞窟，把之前入灭的毗支佛的骨头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抛下了山崖，坐在石板之上，他送出了这一篇解颂。他的名字叫做马登嘎杜觉佛。在进入般涅槃以前呢，他送出了这一篇解颂。若根扎都三扎巴亚牟行，舍弃了贪嗔与痴，三大拉伊德瓦那三六扎那尼，并且呢，斩断了结的束缚。阿三达桑吉维达桑卡扬皮，不会害怕于生命的终结。他们没有了贪嗔痴，也没有了劫缚，也不害怕死亡的来临。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是独觉佛，他们证得了
度觉佛觉悟，所以呢，应当像度觉佛一样，独自的修行，获得觉悟。那41是最后的一个偈颂：Ajanti Sivandija Karanata Nigaranang Dulaba Ajamida Adatapanya Asuji Manusa Bigojari Kanga Vesana Gabo。他们结交亲近，源于利益，当今难得没有缘由的朋友。不纯洁的人们则是谋图自己的利益。一个人应当像犀牛角一样独自游荡。在现在呢，人们结交别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很难找到像这样的朋友，他们呢是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而去结交。不纯洁的人们，他们的智慧总是倾向于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这是第41位度觉佛的故事。据说在古代的巴拉那西国，巴拉那西是很大的、很富裕的王国，繁荣的国度。那有一天，他生了很严重的疾病，他经受了很多的苦，有20000位的妃子在照顾他，比如说为他做按摩、准备药。但那时很多的大臣们想，我们没有希望了，国王没有办法存活了，如果他死去，我们就没有了依靠之处。所以呢，他们就相互之间商量说，去寻找其他的去处吧。那他们呢，就去到其他的国王那里请求释放。但是呢，其他的国王只是允许他们待在那里，却不会支持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普通人对待。那因为很多妃子照顾生病的国王呢，逐渐的康复了。当他恢复了之后呢，他看不到他的大臣们，他就问他们去哪里呢？他们去了某某国家，为什么呢？他们觉得国王病重了，就各自逃走。当发生了战争，没有水，没有食物，很多人呢就离开。那他们想，之后呢，他们听说他们的国王已经痊愈了，所以他们又想要重新回去。当他们回来之后呢，礼敬了国王。国王问他们说，亲爱的，你们去哪里了呢？他们回答说，我们看到国王生病了，我们害怕生计，便去到某某国家。国王摇摇头说，我为什么不再去考验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他们是否会再这么做呢？于是呢，下一次，这位国王呢，又如同先前患病一般，再次装病，表现出病痛很严重的样子。在那时，如同之前一般，很多的妃子们像往常一般照顾他，而那些大臣们呢，相同的，再次的想到国王快要不行了，所以呢，他们又再一次的离开，并且呢，带走了更多的人。那怎么样呢？国王呢，只是装病。那当他宣称好了以后呢，那些大臣们又再次回到了国家。那时，当国王问到呢，他们还是这样回答。于是国王感觉到越来越厌倦，像这样
四次以后，他像这样检测了四次以后，他的内心升起了厌恶。他想，他这些人做了他们不应当做的事情。当我在生病的时候，很严重的时候，他们舍弃了我，而并没有照顾我。在那时，他感到非常的厌倦。这世间的人们呢，就像这样，他们只会看到自己的利益，而不会看到其他。于是呢，他感觉到厌倦，舍弃了王位，出家修行，最终成为了独觉佛。当他成为独觉佛以后，他诵出了这一篇偈颂，这是他的法界。一个人呢，在结交别人的时候，只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很难找到像这样的善友。他们结交别人是为了他人的利益，他们只是看到自己的利益，而不会在乎其他。比如说，在寺院呢，有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离开。寺院安稳，有利益的时候呢，就会回来。这是独觉佛告诉你们的，是我告诉你们的。他们有智慧，他们各自的离开。对于这样的人呢，感觉到厌倦。于是国王呢，出家修行，最终成为了独觉佛。这是第41位独觉佛的法界，一共呢有41位独觉佛的故事。那《犀牛角经》呢，一共记述了41位独觉佛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故事，以这些独觉佛为榜样。首先呢，他们有些时候会产生悚惧智，看到不同的事物。根据他们的经历，他们感觉到失望，感觉到厌倦，他们想要出家修习观智，最终呢，成为了独觉佛。独觉佛修习止观的禅修，也是没有老师，自己证悟，最终证得了独觉佛的菩提，所以他们称之为独觉佛。也成为了觉者，可能并非正自觉者，但是呢，他们也获得了觉悟。他们虽然不能够教导别人他们觉悟的内容，所以他们被叫做独觉佛、辟支佛。缅甸叫做 Payaji Paya Nge，巴利语呢则说叫做 Bajiga Buddha。他们呢，是独一的、单独的、独觉的佛陀。他们不会教导别人四圣谛的内容。那以独觉佛为例，以为榜样，希望你们能够努力的修习，证得涅槃。萨埵萨埵萨埵。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提出问题，第一个问题呢，礼敬悉亚多，早上好，请悉亚多建议一下，如何去透过阿毗达摩去理解有关于阿拉汉和独觉佛所证悟的内容的不同？阿拉汉的成就呢？举例而言，对于佛陀而言，正自觉者，他们也实践止观的禅修，最终他获得了觉悟，他成为了阿拉汉，他证得了阿拉汉道智。
当他证得了阿拉汉道之，他也摧毁了所有的烦恼，他也获得了一切知之，也获得了四无碍解之，获得了六神通。实际上，证自觉者呢，也证得了阿拉汉道之果智，阿拉汉道智断除了烦恼。但是呢，因为他们是佛陀，所以在证得了阿拉汉道果之后，他们也会伴随着阿拉汉道智升起很多的智，他们叫做佛陀。他们最少需要圆满四阿僧祇又10万大劫的巴拉蜜，成为一个正自觉佛陀。独觉佛呢，也需要修习止观禅修，系统的去实践三学七清净八正道四念处，最终他们证得阿拉汉的道智果智。当他们证得阿拉汉道智果智，他们成为了觉者，他们成为了，也获得了觉悟。但是呢，他们需要累积两个阿僧祇劫，也有10万大劫的巴拉蜜，所以他们叫做独觉佛。他们也证得了阿拉汉道智果智，但是呢，他们的发愿呢，只是成为独觉佛，他们花费了2个阿僧祇劫，又10万大劫的时间。再有呢，这是佛陀的弟子们，比如说大弟子、上首弟子，像舍利弗和目犍连尊者，他们叫做上首弟子。对于弟子而言呢，他们需要从佛陀那里听闻教导，然后去实践，才能够证悟。他们最终呢，正获得证悟，但是他们不能够像佛陀那样独自获得觉悟。他们可以通过禅修，通过学习从佛陀那里学习，然后实践禅修获得证悟。他们也需要累积巴拉蜜，上首弟子花费1个阿僧祇有10万大劫时间，像大弟子，如同大迦摄尊者、阿难尊者、拉呼啦，他们则需要圆满10万大劫时间的巴拉蜜，他们才会证得道果。那普通弟子呢？可能1个大劫或100世持生，他们呢都有可能获得证悟。当他们证得了阿拉汉道智的时候呢，也断除了一切的烦恼，他们叫做阿拉汉，弟子也叫做阿拉汉。那独觉佛和佛陀呢，叫做佛，他们呢不仅仅是阿拉汉，有别于弟子，所以独觉佛和佛陀他们都叫做佛陀。当他们证得阿拉汉的时候，但是呢品质却不一样。佛陀的弟子们呢，都叫做佛陀的弟子。那他们证得阿拉汉道智的时果智的时候呢，他们叫做阿拉汉。那不同之处，当他们证得阿拉汉道果的时候，他们直接被叫做阿拉汉，而并非是佛陀或独觉佛。那佛陀和独觉佛呢，则是被分别在证得阿拉汉道果的时候，被称为佛陀和独觉佛。Thank you, Sado. That is all the question we have today. So, Sado, may Sado lead us in making aspirations and接sharing下来我words, 们一起 please, 来 with 做一 others 下功德 concerning. 回向。Okay, repeat after me to share your merits to all beings.
Idam me punyan. Asawakaya. Vahang hodu. Idam me punyan. Nibbanasa. Pachayo hodu. Mama punya bagam. Sabha sadhanam. Bajemi. Esabe. Mesamam. Punya bagam. Labandu. Sadu. Sadu, sadu.